7月13日，王菲微博发文表示与李亚鹏夫妻缘尽，对于两人的离婚原因，坊间传闻众多。据王菲密友透露，王菲李亚鹏离婚是必然的，因为李亚鹏一直想生一个儿子，而王菲经常抽烟喝酒，身体不太好，再加上年纪已大，属于高龄产妇，所以拒绝了李亚鹏的要求，导致两人关系恶化。乐视娱乐整理报道。